送给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七情六欲。歌曲，我要这个郑重的声明啊，这首歌曲绝对不是我的年代的歌曲，只是为了呢要分享一下经典的歌，这绝对不是我年代啊，绝对不是万年代。待会我不管唱什么歌曲呢，都不是我年代，我今年才18岁哦，18，哎，要记得。好了，那我们就紧接着我们的舞台上方也迎来了我们的下一个我们的表演团体。